德国孕育了教育历史与研究精神。1848年，教育先驱卡尔·费森优斯在这里奠定了家族企业的基石，并投身于教育事业，科格努斯教育集团便由此开始兴起。科格努斯旗下出色的高校培养着明日的金融精英，正如我们在布拉格的区域管理与银行学院 AMBIS。 今天全世界都将德国制造的优秀品质与欧洲的教育传统联系在一起。卢森堡卢纳科斯大学 LUNEX 是新兴学科物理治疗与人体运动科学的摇篮。今天我们全面奉行注重实践的教学和应用研究，并为在知名企业实现事业成功而创造条件。加入我们，成为科格努斯大家庭的一员吧。